没。哎，我去，小伙伴们，这是什么呀？哇，这可以，哇，这可以做烟卡的呀，小伙伴，这华山好像是最稀有的烟卡，小伙伴，你们有多少烟卡呀？评论区打出这个字是天才。哇，等会怎么把这个做成烟？哎，这什么？哎，我去，这又是什么？哇 ，S 七二卡哎，但这感觉……小伙伴们给主播点亮小红心，那我们一起给主播加油吧。有点不对呀，哎，这什么呀？哎，这边还有一家，哇塞，两个这个，哇，小伙伴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好吧，我们用这个，然后做成烟卡，跟玩具店老板去换卡包。S go。Nice。小伙伴们，你们会做烟卡吗？我给你们看一下烟卡是怎么做的，好吧？先把这边撕开，然后这边打开吧。哦，好像错了，好像搞错了。我去，小伙伴们搞错了。小伙伴，你们会不会做烟卡呀？哎，这烟卡是怎么做的？小伙伴，你们会不会做烟卡？然后这边这样，这样，然后这样，小伙伴，你们说我这烟卡做的对不对？好吧，华山的烟卡，咱们去小卖部吧。哈哈，我应该是烟卡最多的一个吧，小伙伴，我这华山应该是最稀有的，小伙伴，你们不能跟我比吧？你们有多少烟卡呀？我去，这家玩具店怎么回事呀？哇，小伙伴，咱们换点什么卡包吧？哇，这边有荣耀，这个好，这个来拆点包，看看看看有没有？哎，这边还有奇迹，奇迹九，来整起包吧。哇，这边还好多卡包，哇塞，这什么呀，小伙伴？我去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传奇24，小伙伴，你们想不想要这么多的传奇啊？喜不喜欢？哇，这家玩具店好富啊！我去，小伙伴看到了没有？这么多！哇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去，这玩具店怎么回事？小伙伴，你们知道这家玩具店怎么回事吗？我去，这什么情况？好吧，不管了，我们烟卡换这么多的卡包，回家拆卡吧。老板结账！哈哈，烟卡换了这么多的卡包，小伙伴们，我们来拆卡吧。我去，欧布，哇，这个好帅啊！哇，真的好帅！来继续，还是荣耀拆的比较过瘾啊！哇塞，帅！哇，真帅！好吧，我们来看看奇迹有什么好东西。打开吧你，没有。再来打开吧你，又没有。继续打开吧你，还是没有。继续打开吧你。你的 SSR 小伙伴，咱们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